来自 T2000 的，属于一个中高腰啊，这个是属于中高腰。我们上一个星期的是中低，这个是属于一个中高腰的。OK， 近看款式，一样啊，前面拉链加纽扣，然后前面这个口袋啊，它这边它没有那个 coy 的口袋的，它这个是款式来的。然后这边有一个这样子小小的 batch 这样子的款式，后面呢就是这样子的，比较 plain 的，一样啊，它是。那个 不均匀的那个水洗的那个牛仔的那个颜色啊，比较复古的，对对对，有点肮脏这样子的。我们非常喜欢的啦，我们穿它你不用去养它，它就会有那个效果的啦。其实没啥，这个就你穿它基本上是属于比较紧的哈。对，因为呢我是卡码哈这个款式，所以说我是选了小的，因为它打算减肥，加上它是有弹力，所以我是穿得到哈。来。M and L 啊，其实说确实，就是说，但是尺寸的话，你看啊 ，S size 的话腰是70/88，臀部是88。其实主播穿臀部也是算是拉伸了的，那个尺寸啊。所以你看，主播穿臀部会比较贴，腰是还有空间哈。可是它不会不舒服啊，因为毕竟它的面料是有弹性的。然后呢 ，M size 啊，腰围是76，臀部是94，助理的尺码是78/96。觉得整体啊，我穿这个裤子腰跟臀部。我的是跟着尺寸，我就用了它的那个 allowance 2cm， 所以我穿起来，你看臀部腰都是贴的，没有问题啊。包括我们尊也不会说卡，因为它是属于一个非常大弹力的一个牛仔面料，所以说给那些说，我不喜欢，我在减着肥的，我不喜欢穿的，说买大了之后我瘦的话我穿不到的，那么呢，你可以选小哈，可以所以说。跟着尺寸哈 ，OK， 跟着我们提供的尺寸，腰跟臀部多一个2cm 是可以啊。整体穿起来效果就是像我这样子，我一样，这是我的自留款，我也是一样是收的 M size。那些说我哪大的微松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系上腰带 ，OK， 没有问题。所以说你跟我的尺码的话，你能接受啊？腰跟臀部都是贴的 ，OK， 它不会不舒服啊，它不会勒着你不舒服。你选 M 是可以，没有问题。我现在是穿着 M 啊，然后身高160穿的 M 啊。它是脚踝那边那个的长度啊，这个算是一个 full length 了，其实 OK， 它刚 cover 到完。哎，我现在发觉它的口袋，这个 coy 的口袋很特别，你看。它这边做下来一个这样子，很像它那个 coy 的口袋，其实它是没有那个 coy 的口袋来的，它的款式 OK， 只有一个是来自 T2000 品牌的哈、okay ，所以说常常顾客找 T2000 品牌的话，不要错过这个。所以说这一个呢，跟我们上一期的 cutting 不一样，不一样，对，那是中低腰，这个是属于中高还是中腰？中高，中高。OK， 这个是属于一个中高腰啊，裁剪不一样啊，所以说下单打扣跟 size 啊，不用打 color， 毕竟它一个色而已哈，可以打扣跟 size 就好了。基本上有买过 T2000 的牛仔裤都知道，它的面料弹性是有在那边，然后它的 cutting 是非常棒的，它的蓝很美啊，这个的水洗蓝非常的复古，带复古，带复古，不用养，你就有那个养出来的效果在那边了哈。后面一样包臀包到很美，因为很多时候像我们之前讲的，我这种扁屁股的。我很多时候的牛仔裤外面买的这一边啊，堆布不好看，看去屁股更扁。可是这个你看包臀包到美美，然后很多时候外面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裤档太长，因为它不适合我们的裤，它不是适合我，不适合我们的 cutting。可是这个 T2000 的是非常棒的，它这一边不会有太多的布 ，OK， 不会堆布或者是裤档太长之类是不会。它不是 skinny jeans 啊，它只是 slim fit 的修裤管 ，OK， 钻进去给你们看，钻下去是非常。舒服，它不会卡卡的就对了。然后这个面料是中厚的牛仔面料，整体穿起来它立体感的来，它不会像那些没有弹性的硬邦邦，不会啊。跟着助理的尺码下单，可以接受贴身的，就是你可以穿得到。哎，如果一样啊，如果你正在减着的 ，OK， 你卡码我们就建议你拿回你平常的那个尺码，因为它虽然是小一个2cm，助理穿 M size 一样是穿得到的，因为它是大弹性的牛仔，那个牛仔面料来的 ，OK， 我是穿着 S， 最大是去到 XL。这一期谁要找 T2000的牛仔裤啊？就只有这个款，哎，我这次的数量很少而已啊。真的是 T2000 了啊，这真的是 T2000 了。来啊，苏琳你的 M。然后是 Miss Yao 你的是 L size， 然后是 Miss Wen 你的是 S size， 中高啊，中高，中高，对对对 ，OK。因为 T2000 其实有很多厂，很多小包，因为他们都是有做 T 两，都有 T 在 T2000 的一个厂做、这个啊，可能有些会用，就像我们之前那个他是用了。啊，同厂的是说不一样品牌，不一样品牌 ，OK。可是每一个supplier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尺寸啊，
不一样的，你不可以 assume 说 T2000 每个尺寸一样，是不一样的。OK， 这一期水藻 T2000 的就只有这一个款式，真的是 T2000 啊，是啊，真的是，因为有些顾客强调我只要 T2000 的，就算是同厂家我也不要，这个是真的是 T2000。对呀 ，OK， TPJ50 价钱是99，即使99，它这样子 slim fit 的都是它的工价，对，宽裤脚的就109或者是119，然后这样子 slim fit 的就是99 ，OK， 颜色就像助理讲的。season wash 很美，不需要去养，它一样是有那个养出来的效果。你看这边这样子的颜色，其实这样子的颜色整体啊，牛仔裤这样子的颜色才是最美的。如果那个颜色均匀的、同一个色的、solid 的，牛仔就穿的有种沧桑的感觉。所以说这个你不要养，它已经很沧桑了，就是这样子哈。因为那种金色的牛仔穿起来，它没有那个效果。OK， 中高腰不是。如果你是新顾客的话，可能你就不了解 T2000 的品牌。来，主播讲一下 T2000 的历史。T2000 的历史，它在牛仔裤啊，近两年来讲，它是算是小众品牌、啊。对，它就是一个比较很多顾客都很喜欢、很追捧的一个品牌。对了，怎么说呢？因为它上身啊，它的 cutting 很美，适合我们的顾客群。然后它的面料跟其他厂家的牛仔的、有区别啊。虽然你看我们穿贴身，可是上身它依然是非常舒服。然后它很 ，Boston 它是会有弹性，可是有一些还是没有。有弹力的话，上身是非常的舒服。你看我们穿这么的贴，可是它不会做那种会勒勒勒着你不舒服，呼吸不了，没有这样子的问题。然后顾客都会买了带回来找，只是规定说我要 T2000 品牌哈。OK， T2000 它在这一就是这两年牛仔裤来讲 T2000 一看顾客看到 T2000 对，一定下单的，一定下单。我们自己本身也一定滞留，因为它的穿的都是剩下T2000了哈。它的弹力是非常棒的，是有弹力啊，算是对对对，有它来拉伸。它比起上期那个弹力更大，这个一样是有弹力的。你看我拉的话，它可以去到这么大。所以为什么我说你看啊，助理穿基本上啊。常常如果是说我穿的话，跟着尺寸腰要多个20cm，臀部要多个20cm，我会选择大，不选择小。可是这个我是选择小，就是因为这一个的 T2000 它品牌，它的牛仔面料它弹力大，然后它上身非常舒服，它贴它不会说勒着你很难呼吸，不能吃饭，呼吸不了是不会这样子的问题啊。所以说，给那些不知道怎么入手，尤其是卡码的，就跟着我们的尺寸，你看 M 啊 ，M 我们是讲76、74对吗？我的腰是78，我的臀部是76，我穿上去就是多个20cm，会是这样子的效果啊。臀部94，我的臀部96，哦96，是94，然后我的臀部是96，所以说整体穿出来是这样子，像我是贴，可是它不会不舒服哈。OK， 我是穿着 M。还有要讲一个很重点啊 ，T2000 它的面料是很透气，我试过啊，我穿别的品牌出去啊，那天天气很热，我穿了很想脱裤子。对，因为它的面料它透气，它不闷热，尤其是完全不通风啊。有没有那种一边走你想要吃衣服，你要脱衣服那种感觉？尤其你夏天去旅行，你这么巧穿的那样，我跟你讲，你会想哭，真的会想哭。哎，我自己亲身体验了，我讲哦，然后我就跟助理讲，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 T2000 的跟别的不一样，它的面料牛仔是比较透气的，是的，就算天气闷热，你也不会觉得很热。这一个是我自己去试啊，已经有身体验，对对对对对，体验了的哈。OK， T2000这一期就只有这个款了、啊，我的数量。M size 的 ，OK， 下单打 size 就好了哈，因为它只是一个色而已哈。来，没有的话，我就要介绍这个针织的码，针织的外套 ，OK， 外套扛上衣 ，OK。哎，你穿这个，这样子套更麻烦。跟这个裤子是可以上衣，不行。什么事？